这光好烂呀、啊！他们还以为我上学了呢。有没有架子呢？没有。没有，滚吧！哎，是我网卡吗？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？哦，原来是还没有来人。Hello， 光是不是很差呀？差也没办法。这个能调，可以调。这是哪里？你猜？你们是猜不到这是哪仓库，说什么呢？这是寝室，什么上外学校的寝室。我有那么寒酸吗？我的寝室，哦不是，我仓库给你们直播。这寝室很寒酸。对，这是我某个朋友的宿舍，我是没有学校的。我就开，我就要开大桥底下直播，好难过啊、这个大桥，什么大桥，人家是仓库偶像。哎，我不行，你们怎么那么刻薄，好烦啊。那我换一个角，我这是寝室，我还要再说几遍寝室。哎，谢谢。嫦娥背，哎呀，怎么你们这个背景太丑了，实在是太丑了。那我切成这样，这样更像仓库了。我靠！这样还像仓库吗？这是寝室，这是上外的寝室，是什么？上海外国语学院吗？什么？什么？上海外国语大学，听到没有？上海外国语大学，不要再小偶像在线仓库直播，我想砍人。其他漂亮姐姐啊，漂亮姐姐不愿意出来，看吧，他们都要你们漂亮姐姐出来。我们不漂亮。他们说他们不漂亮，看我就可以了。说两句外国语，哎，一个是阿拉伯那个学校的，一个是哦不是不是阿拉伯班级的，一个是德语专业的，是吧？一个德语专业，一个阿拉伯专业。哎，阿拉伯语怎么说？阿斯莱马里孔。阿斯莱马里孔。会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你好。你好，阿斯莱马里孔。德语怎么说？你好。Hello。Hello。哎，德语就是 Hello， 有没有有代表性的？我爱你怎么说？一西利布迪西，这真的，一西利布西，一西利布迪西，一西利布迪西，他说我讲什么都像泰语，他可能觉得你就长得像泰国人，我就是像泰国人，哎，真的，刚刚说两个是正儿八经的，不要那么不信，你们不信自己去谷歌翻译一下好不好？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书，我没有在这读书。这是人家学校，我来玩的。他来看仓库。对，我来看仓库的。仓库。我来这看仓库的。最近做笔大买卖。对，最近的大生意。就是来这看仓库，是吧？这就是我看的仓库。工作闲暇时间来给你们直个播，你看我好不好？督察员，谢谢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生活条件非常苛产。对呀、啊，我昨天在这住的。说我们寝室不是带我们被人肉。寝室都长这样，被人肉什么玩意儿？啊，那就好。寝室都长被人肉，我真的很怕被人肉。寝室能人肉出来？那有点猛。在宿舍看仓库、宿管，你们还是不是？他们就说我这是仓库。我。
这房间看起来挺大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刚刚还在说很挤呢。像仓库。仓库房间。我觉得还好啊，不像，就是角度问题。对，就是角度问题。现在开始其实蛮好看，什么港水晶，我太骚了，太我下午就，我早上9点钟醒的，我想找个好看的角度，可是没有，你没有好看的角度，你说什么？我没有好看的角度，你的每一个角度都好看，每一个角度都好看，不需要特地找。哎，我怎么了？一堆表情包正在袭来，哼，哼，哼，笑笑笑，不是说每个角度好看吗？气死！我在直播啊，我在干嘛？直播，给大家直播吃屎。你来，你来，你想要什么味儿的？过不过分？真是，你说现在，我选择吃屎，我就想吃。不理他们，他们不是少女偶像。哦，挡住麦克风了。那现在呢？好了吧？光真丑，你别笑，反而笑了，真是的，笑死个人。我也想吃大闸蟹。你想呗。我前两天才吃了。你请我吃。你做梦。大明星都不请我吃饭。我跟你说。大明星哦，谢谢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分分钟都是表情包，我跟你说。哦，分分钟表情包，你是不知道他们截表情包的能力，他们截可好看了。虽然搞笑，但是也很漂亮。等会儿给你看。就每次就一定要说自己漂亮。那咋的了？好看。他们又他们都习惯了，你们还没习惯。我两个想有点想吐。哎、我刚才冒菜，我想吐。我也是。哼。我是上海迪丽热巴。啊。那嘉兴路 Lisa 也行。不要理他们，他们太讨厌了，不想跟他们说话。今天说了很多次。那个阿拉伯语外你怎么说？乌黑 book。啊？乌黑 book。乌黑 book。乌黑 book。那你好呢？刚刚说的。阿斯勒马雷孔。阿斯勒马。阿斯勒马雷孔。所以说还德语好一点。好难听啊，阿拉伯语。阿斯勒马雷孔。说这么像泰语。对呀、啊。他们都说我说啥都像泰语、啊。我也觉得。那个爱那个泰国那个砍椰子那个姐姐，你学一下。嘿嘿嘿，冰冰冰冰冰，买买买。去了吗？甜甜甜。要吃要吃。要吃要吃。只要20。只要20。只要20块。要吃要吃，买买买。啊，我不行了。你以后可能要走谐星路线了。要走谐星。说什么呢？我不是谐星。你不是少女偶像。我是少女偶像，我是水晶晶。你是昆罗晶晶。昆罗晶晶。哎，反正我不要让我说太远。水晶晶。沸腾。你别笑，你笑我就想笑。真的。害怕我的笑声被他们人肉搜索出来，全上海都找不出这么一个笑得这么骚的人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！咦，谢谢，剪刀手。哎呦，我想清晰一点。对哦，你们都没有夸我的新发型，真是的。你有什么新发型？这就是新发型。没看出来。能看出来吗？真直男，比我还直男。无意中说自己直男。哎，这么明显，看不出来。对啊，这是新发型，我都没有绑过这玩意儿。啊，谢谢你们夸奖。我在学校，
我来体验一下校园生活。你才没洗头，我今天才洗的头。好凶啊！就是你这样真的不会，你这样子得让多少人摔手机啊！你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打是心，骂是爱。你的粉丝就喜欢你被他你怼他们是吧？没有，我没有怼。什么没换衣服？这衣服我今天第一次穿，对不对？哇，嫌弃我衣服？他说我没换衣服，我这衣服就没有穿过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没有过这件衣服。对呀、啊，我还有留好了，我平时都是。这个是上海外国语大学，厉害吧？厉害吧？一个阿拉伯语，一个是德语。我到时候去认识，哎，有泰语专业吗？没有，没有泰语专业，哎、那不行呀。泰语专业，一进教室就啊，甜甜甜，买买买，萨瓦迪卡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，我们东西又好吃，人长得好看，好看，人长得好看，漂亮，人长得漂亮。哎呦，我不想笑了，每次我直播都笑得跟傻子一样。我是在上外啊，主要是每次你直播就没有我们俩这么有趣的人在你旁边。没有没有吧，你们多有趣，你今天你们是很有趣，过慢，我跟你说现在还没过千呢。笑死我了。可能今天你讲的是那个相声你知道吧？对，将会真的将会破万。对，我今天我跟你说，我有种预感。以前你不知道我以前一个人直播的时候都破万吗？都破八千，现在一千都不过。你这是赖我们了，对呀、啊，就赖你们，别，是因为现在时间段的问题，一般晚上人比较多。他说你们都不淑女，淑女啊，淑女，我可淑女，你觉得我淑女吗？我都不淑女，我的朋友会淑女吗？你能看一下现在他在干啥吗？他的脚，他在抠脚，他的脚，我没抠脚，他在抠脚，但是边跟你们直播边在抠脚，你们不要信他们，我没有抠。我就是翘了一个二郎腿，你们怎么这样？出去！我有直播，你们不要出。我的寝室让我出去，好过分啊！我没有抠脚。你真的在抠脚？我没有。他又是不敢把另外一手给你们看。没抠啊。刚抠完，抠完，刚抠完，刚抠完。太过分了！我快死了。要怎么证明？我要舔一下我的手，你们才能相信我没有抠脚。哎呀，给我泼脏水，成天给我泼脏水。我们可乖了，我们都不知道脏水怎么泼。就是你们刚就在泼脏水。哦，刚才那是吗？滚吧！我差点闭嘴。屏幕了，我的妈呀！笑死我。还你们还有什么专业？我们还有朝鲜语。朝鲜语。你会说西班牙语，西班牙你会吗 ？Hola，Hola， 嗯，就是你好。还有法语 ，Hola， 法语怎么说 ？Bonjour，Bonjour，Bonjour， 还有呢 ？Ri， 啊 ？Ri，Ri， 什么？日语咋的了？一代一代好有可能。一代一代，日语怎么说？他们没有你好，只有早上好、中午好、晚上好。早上好怎么说 ？Ohayo。嗯。中午呢？忘了。哦还有还有中还有晚晚还有哎呦肚子这么有趣啊，被你们带意大利语没有没有没有意大利语，你是学日语的？哇哦哇哦哇哦还有中午好怎么说啦？国猫啊，国猫是韩语吧？哦，那不是朝鲜语。国猫是韩语啊。西班牙语太难了吧？你这是在为难我。我在上外啊，上海外国语学校。哦，你是学意大利语的？你看我直播间啥都有，是日语的、意大利语。来，有没有学阿拉伯语的？我们交流一下。学阿拉伯语的来交流一下。你给我打一串日文，跟我说晚上我会读吗？真有趣。真有趣 ，so funny。没有学阿拉伯语的。阿拉伯，有没有学德语的呀？德语的有吗？哦，我们 H 队公演的抠都有西班牙语，真厉害。
喝水的空巴哇，晚上好。你又是德语了，你刚刚不是意大利语吗？你又是德语了，骗子。还有叙利亚语的骗，哇哇，有吗？没有。你们叙利亚说的就是阿拉伯语啊。哦，こんにちは。装逼失败吗？粤语，有粤语吗？怎么可能会有粤语？有四川话吗？哦，你很骚啊。应该有。你好骚啊。嗯，你好骚。你不会说吗？你能不能别笑了？有那么好笑吗？你真的，你不去讲相声可惜了。我讲相声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这张脸让我讲相声。你这个相声啊，人设就差你最后一个了。我又堵麦了，好了。德纲大叔就差你一个了。他们说我让去让我讲相声，我好生气。我不适合，我适合美美的。美美的讲相声？美美的怎么讲相声？你见过人相声就美美的讲？怎么没有美美的？这是上外。都说八百遍了。有，哎呀，很多人问我呀。别问了，别问了。问了很多是新来的呀。来，你去后面举个牌子，上外。别问了，这是上外寝室。对。就作用的大了，刚好遮住你的后面。对，举个牌子，别问，这是上外寝室，上外仓库。他们都在说上外仓库。上海有那么好的仓库吗？别说了，这是我们的那个快递站，快鸟驿站。你快加入我们团吧，我们团需要你来拯救我们 MC。我不行，我怕我火。我会骄傲的。哦，脑子那有毒。我怕我火了之后我会骄傲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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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这里有很多人给你泼冷水的，真的。我怕我把他们都怼死。啊，口出狂言，我们团火不了的。那是没有我呀。对哦。哎呦，真是服了！有我，就是这个人气就蹭蹭蹭往上涨。什么燃烧我的卡路里？这是歌都是本来是该给我写的，知道吗？哦，我天哪！我真的怕你那会儿堵，你的嘴堵不住，一会儿说一些什么说的要爆炸的话。然后你的粉丝就开始又往上涨。她什么小妹妹？她不是小妹妹，她比我还大。没有，我们就是小妹妹。我们可小，我90后，1890年的，1890，今年已经活了100多岁了，1790年的，我已经活了100多岁了，活够了。哎，好烦啊，我不想笑了。我是这个宿管阿姨。其实我们是来大明星，就来看一看。对，我不想笑，脸疼，褶子都要笑出来了。你不要，你脸上一长褶子，让人家也长褶子。你这人怎么那么坏？谁长褶子？他自己脸上长褶子，还有我们两个都长褶子。还有我们仓库姐妹在线说相声。仓库姐妹。个褶子狗，沙皮狗都出来。嗯，笑死了。你快停呀！你笑死了你。你这里最该停的是你，你快别笑了，你就快停吧，你别说了。不行，我的那个艺术细胞涌上来，涌上，笑不住。可能我的内心太渴望要红了，你知道吧？快点进我们团，进我们团，我推你，我单推你。哇！我也想，我把你挤下去。我也想火，你想火。我靠，谁还没点艺术细胞呢？我也想听。哎呦，仓库姐妹就只许一个人火了。仓库三姐妹，还有两个人不许了，一定要在背后支持他，是吗？我用你当我的经纪人吧。我不要，我要昏过去了。我要活下在舞台上。哦。
我不要，我不要当背后的那个人。哎呦，你们知道宛平路吗？啥？宛平路。宛平路谁啊？宛平路是个路。哦哦。哎呦，宛平南路。哦，不认识，不知道。是你的，是你的老家。神经病院。就是你俩一起，你俩一起逃出来的吧？没有，我老家的盘古路那儿有个精神病院。你知道我们家那边叫矮山堂，矮山堂也是精神病院。嗯，闭嘴，求你了，我真的，胃疼。我们336房间，我们三个一天到晚笑成个傻子，真的，你们是我们336的二代，你们是八级，802，802，我们还是你的后代了，你这么老，啊、不是，他是808，我们都17几年出生的了，17，问你80几宿舍的门牌号，808。哎呦，你说出来了，天哪，你被人肉了。哦吼，完了，哦对哦，完了、哎、上外808宿舍，等会儿就咚咚咚进来吧，没事。进来808欢迎漂亮小妹妹，进来吧，没事，我们一起看藏库，我们一起说相声。哎呀，笑死我，可真是憋死我了。我要当个严谨的人。我也是笑得懵了，都懵圈了。没人说话了，他们在那边笑呢，笑得手抖。什么？我一个飞机就过来，来啊！你一个飞机就过来，我们还一个火箭就走了。谁让你来？这你的粉丝会不会记恨我？嘴这么狠，你完了，我被阿拉斯加除名了，完了，我被除名了。天哪，我不能火了！哎，火不了了！你看我因为你，我也火不了了。难过。哎呦！你知道什么难过吗？哎呦！就白白浪费一个能火的机会，可惜。就只能当个小老百姓儿。哎，都是大佬，都是大佬，惹不起，惹不起。哎，那个坐飞机那个说啥了？嗯，坐飞机的，坐飞机的。他说啥？我不知道呢，他，我看看，他坐飞机已经上天了，他说，上天了，他已经那个把信号都屏蔽了，飞行模式，开不了，嗯，螺旋升天，螺旋升，托马斯旋转上天，啊，我肚子疼，哎呦。哎，求你们了，闭嘴！是什么让一个如此美丽动人的姑娘在镜头前落下了眼泪？我真笑出眼泪，猛虎落泪，猛虎，胖虎落泪。我看你胖虎是在为难我，静香。胖虎，哎呀，好烦哦，好讨厌哦。啊，猛虎。我马上要窒息了，我觉得，啊，我真的不行，我要进屏幕了，天哪！哎，天哪，感觉我要火了。你别说了，你火不了的你。啊，现在你已经有好多个粉丝预定你了，你快进快。我呢，还有一个呢。你也是，你们俩预定了。太好了。哎，但是我们俩哎，有人说来抄一下电表号码。来呀、啊！刚我们早上不是抄过了吗？嗯，抄过了呀。对，我们今天早上抄过了。抄水表。哦，水表。来，你的大脸，可以来给我们修一下空调外机，往前蹭一点。好，别动啊。好。你。看不见。我们长得太好看了，不适合入镜，不然会火的。对呀、啊。不然你就直接打包走了，我都直接坐飞机上天走了。到时候你的 C 位就我们占了，就是。不行，我们太优秀了。快闭嘴，快闭嘴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笑死了。这样优秀的人，总该你怎么唱？本该灿烂过一生啊！对，我选择平庸。
你在干嘛呢？给我开一下，开个鸡眼儿啊！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哎哎哎！你刚刚这个动作确实，我直播间要被喷。鸡眼儿，鸡眼儿！你闭嘴！完了，我直播间要被封了。没关系，看火不了了吧？没关系，火不了了吧？后期有人，我们可以，我们给你，我们可以，我给再开一个。太讨厌了。主要刚才你开那个睫毛，那叫什么笔？这什么玩意儿？眼线笔。眼线笔它在往哪戳？往眼睛上画啊。这个。不然呢？往鼻孔里戳。嘘，我们屏蔽刚刚的话。我不建议帮你画几根鼻毛出来。那个谁，那个叫什么，抖音上很火的那个鼻毛大哥，那个想你想你想我、啊那个、那个是谁？雄鹰高飞、嗯、对，雄鹰高飞。他是画的，他说他是画，他是他说他那鼻毛是专门接的，接鼻毛。他那个时候说，听说抖音的朋友们很喜欢我的鼻毛，那个这是真的龙须。好像他、啊、真的啊、我像他。你跟他表情好像他，我靠，说什么啊，我不像，我像能能我像盖上哦对哦、啊、哦，我像 Lisa， 我不像高飞。你像个球的，你觉得你不像 Lisa？ 我像谁？你像高飞。我像，你能不能闭嘴？我像 Lisa， 我不像高飞。 Lisa 一脸懵逼。我要补口红，我要美美美美。女人是真麻烦呀，我口红呢？哎呀，不是这个颜色，我不想用这个颜色。还给你挑的。他们说我像流氓兔。哎，流氓兔。对啊。你像流氓，不像兔。我像流氓。流氓兔没眼睛啊。有啊。没有啊。有啊。小凤。小凤。我是大眼版的，行了吧？大眼版流氓，就简称就是流氓，指流氓。哦，行呗，行呗，行呗。气的口红都断了。高飞哥，别叫我高飞哥，说什么呢？那个叫什么？陆超，是吧？嗯。陆超是说什么的？大家好，我是陆超。大家好，我是陆超。陆超，现在几点几分？然后现在是14:55。我在干什么？我在涂口红。然后呢？还有个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真好。你闭嘴，求你了。我忍不住想骂他们。骂谁？骂谁？骂我？骂我？哎呀，口红什么色号啊？我也不知道路边捡的。Cookie，Cockney， Cockney， Cockney。咋你卡碟了？复读机卡碟了。哎呦，烦不烦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我天火了，fire！ 重要的事说三遍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好像涂牙上了，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。哦，对哦，说是对哦，还是在镜头面前用手擦了牙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家当没看到。他们不是我朋友，我不认识，哪里来的坏人？同学，为什么你的宿舍里有陌生女子？不知道。对啊，我在这待着待着，他俩就闯进来了，然后开始跟我说骚话，你说这过不过分？我们不骚呀，我们不骚呀。你们不骚。我们不骚呀，我们全学校最不骚的两个人。吼吼吼！好丑啊！你吗？没有啊。你说的不是你，还能是谁？女人。网上搜个报菜名，什么玩意儿？蒸鹿茸，蒸熊掌，那个吗？烧。那个念来干嘛呀？烧什么？烧子。那个念来干啥呀？让大家饿一饿。不行，我现在有点饿了。我今天还没吃东西呢。谢谢冰皮月饼嘞。对，念了会饿。我想想，蟹粉，
蟹粉什么来着，蟹粉汤包，蟹粉小笼包，大排面，腊肉面，还有什么大闸蟹炒饭，哦不对，不是大闸蟹，蟹粉豆腐，蟹粉豆腐，大闸蟹跟炒炒年糕，嗯，就是毛蟹炒年糕都能炒啊。对呀、啊、你有钱你想炒就炒。我绿农坛拌饭上面有个人名字就是什么，他让我念出来瞬间就不饿了。我想吃火爆猪肝，我也想吃，我想吃蒸煮，哦不是卤煮，你知道卤煮吗？北京的，我那是第一次吃卤煮，不是是那个臭的那个吗？不是呀，好吃的。对，可好吃了，可好吃了。我播到，我今天播到两点哦，三点十分吧，行不行？我不想让他们在我直播间说骚话。哼，豆汁儿，豆汁儿是臭的，豆汁超难吃。那次我他们还骗我让我喝，简直不是人。卤煮真好，真好吃，我还要吃。我下过一两天我再播嘛，三点十分让你们开直播可以，没问题。我怕我们两个火，好吧，没事儿，别怕。唱唱双簧呢，他们刚那些礼物都送给你们的。真的？嗯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又得不到。你要不要给你啊？那我们来进入下一个话题啊，我们不聊这个。哎，给你个地址，你送我寄过来呗。寄过来，寄过来，还寄过来。再不说支付宝账号呢，还转账一年。哎，可以。你可真不要脸。就是。我们都已经要抢了他的 C 位了，不要再抢他的饭碗了。就是，都没饭碗了。还加个微信呢，真能说。哎，行啊。哎，堵麦了，我刚堵麦了。嗯，堵麦了，刚才卡了。学校网不好，为了我们好好学习。微博啊，微博我也不知道，不能给他们涨粉，他们那两个人不能让他们火，他们很怕火的。笑什么呀？笑啥呀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是一个正经人。不行，我妈妈说了，让我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好孩子就可以了。她从小就不让我走这种道路。我妈妈就不喜欢我进娱乐圈。对，我妈妈说娱乐圈太贵圈太贵圈太乱。我这种像我们这种清纯的小姑娘小可爱，只能上了这种道，肯定都被。被浑水玷污了是吗？对啊。对，而且就是那种。谁要玷污你？怕不是哦，排着大号了，排着大号，我靠，排着大，我受不了你了，我也受不了你俩啊，走，你走，排着大号，我操，大号，对不起，珍惜直播间，求，那场面多壮观，哥哥排着大号来见你，好烦哦。嘴上说是烦，心里想什么？我操，太好了，今天太有意思了，又涨粉了。涨的粉也是涨到你们身上的吧？你看，太好了，你不是沾了我们的光吗？哦，哦，我等会儿吃饭。我要死了，我好被笑死了。我早都笑得半死不活了，已经。这是我这个星期第二次那么开心，真的。就靠着来。diss 我为乐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哪里 diss 抢我饭碗不是 diss 我？谁抢你饭碗了？你们没抢我饭碗？我们为你直播间增光添彩。对，以后你遇到瓶颈期了，你可以来找我们，找我们，然后就破了。行，然后就破。虽然我平时直播间也是这样疯疯癫癫的，是吧？但是你这次跟你们两个人真的很不一样。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你们我们不一样。我哪天正经了？还今天的我怎么这么不正经？我哪天正经过？我直播间能正儿八经的直播吗？跟神经病一样。你为什么突然看？就是，我就想看一下。我们什么都没干。我们什么都没干，我们安静了。给你跟你的粉丝最后一点时间。我们累了。
我们不想再发挥了，我怕我们太过。谢谢谢谢。我怕我们今天一夜爆火。一夜成名。哦，谢谢。现在可能有些人已经搜索我们的微博了。搜不到的。你们暴露了什么吗？我们暴露了我们的宿舍。对，他们马上去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可厉害了，他们估计飞机场的都有认识的人，就是我们哪个航班他们都知道，然后他们肯定马上可以联系上外的那个校长，说你们学校808宿舍女寝的人给我调出来。然后我不住808。完了，我是808。太好了，没关系。我待会儿就申请调宿舍。那个、如果他们这么厉害，可不可以让校长给我们打点奖学金啊什么的？对啊，打点奖学金给我们，看在我们这么勤工俭学的份上。但是我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航班号，我一直很想知道，连哪个座位都知道。天哪，明星？什么明星？不是明星，是谐星。对，谐星。少女偶像。黄牛啊！哦哟，贵吗？黄牛当然贵了。红牛比较便宜啊，就是吧。哦，有专门卖信息的。那个能量饮料呀。那是红牛。对啊，所以我说红牛比较便宜。啊，我还。没事，告诉我，我占你们的，我不会给别人说的。我就想知道。你们信吗？信啊，当然信啊，我这一脸真诚。哦。几十块啊？我们的消息也就几十块。还没那人广的喜茶贵呢。人广喜茶都要100多块，我们还没。真的。一瓶一杯。差不多，就黄牛帮着排队，好像是的。那个时候太火了，所以一杯100多块。你还不如去五角场喝。上次我排了半个小时。那玩意儿有啥好喝的呀？是啊，没啥好喝。对呀，一点都不好喝。新品刚出的时候我就喝了，我觉得没啥。对呀，就很普通。对，我觉得不如茶具店，茶具店最好喝。茶。你们喝过吗？没有，我们太土了。不好意思，那个真的很好喝。活在上个世纪的人，那真的很好喝。就我觉得比一点点好喝。我还是爱一点点。一点点太胖了，一吃就是肥宅的味道，你知道吗？一吃就是肥宅的味道。对呀、啊，感觉一喝变成肥宅了。莫名的累了，你看索然无味。哎，没事，还有5分钟。茶局变。茶就是那个茶，橘子的橘，方便的便。哦，对，茶橘便就是水果味的茶。嗯，不要方便的便。你们不是肥宅。干什么玩意儿？我本来不想笑，你干嘛笑？对不起，我忍住了。对啊，黑 juice 啊。睁开你的眼。不行，我一睁开我的眼我就要发功。运气。哎呀，他的线脱了。黑 juice， 我怕你们不知道黑 juice。你的粉丝可能愤然崛起。他让他姐妹们都讲一点，今天的快乐源泉就是你们来的。我们今天说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没有说。我们什么都没说。笑死个人，真的是肾疼。肾不太好呀。对啊，去医院看一看。我为什么要看看？我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肾不好就不好呗。嗯，强。嗯呢。啊啊啊啊！哎呀，我的肚子有病啊！嗯，什么裤子？什么裤子？突然鹅叫，他说我们突然鹅叫。不行，我真的完了，我觉得我火了。你现在还在做什么梦？你火，你的，哎，不行，你不能火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好的。他保护你的同时，我就火。我也会保护你的，你俩我都会保护好的，保护好好的。好的。还有3分钟我就要走了。拜拜。
你们给我拜拜啥？我们替他们拜拜，我跟他们拜拜。啊好。我们跟他们拜拜。哎呦天哪！让我抽一张纸巾。哎呀，我感觉一点形象都没有，没有形象。哦对哦，在直播间是不是不可以这样？那我不管了。我还没走呢，还有两分钟，你们跟我掰掰掰掰啥呀？他们跟我们掰掰。那等我们一起掰嘛，中秋节一起掰，一起掰什么？掰头啊，一起。我中秋节可能要回，可能。我哭。好，他们都在给你掰掰，没跟我。开心开心。行呗。从此这个直播间就是我们俩的，就我们俩的。我再也不会开这个直播间，再也不开，让这个直播间永远的死亡在这里。那不行，他们会想我们的。那没办法，想就想呗。再见。那我们岂不是要像春晚一样冯巩那样？哎，我想死你们了，想死你们了，亲爱的父老乡亲，我想死你们了。一年一次，好吧，就当春节联欢晚会了。难忘今宵，哦天啊，难忘今宵。又到了一年一度跟大家说再见的日子了。哎呦哇，希望我们什么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我们结束说完了。行，那我收个尾。嗯，你收个尾，您收。啊，十分到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啊，你们开心就好。别笑了，严肃一点。姐妹们，直播间不开了，下次什么时候见？以前的你们都是说下次我什么时候见？你们现在都盼他们，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盼他们，还姐妹预告。预告一下什么？你们什么时候开直播？我们啊。他们开直播把直播间给封掉。我们开直播啊，会告诉你们的。是哦。那必须。不可能的，我不可能让他们出现在你们视线内。拜拜。拜拜。别呀，我不舍得。你又不舍得。那你还想打他？他白我们眼，我们好难过。我们这些还没有出道的小明星就被他给扼杀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一份梦想。那你们算我的后辈咯。可以，真好真好。小明还不带我们。对，你这真好真好。我跟你说，我在团里面所有人都是我前辈，我是最小的一个。真好，你们来后辈，我就有后辈可以欺负了。真好，那真好，真不好。真好。拜拜。再见。父老乡亲们拜拜。父老乡亲们再见。然后父老乡亲们让他们明年见，明年见，明年见。土味直播间，土味直播间，拜拜。